宁，来一个吧，来一个。刚刚打的时候，浩然被鲁峰连打了两个球，其实我内心是有一点点着急的。我想急于把比赛结束，把比分拉开。大东面对张宁，哇塞！我觉得张宁没打好，我觉得他就是太急，他太想 impress 我们。我喜欢大东，我喜欢大胖子。Big boy。我罚不中，张宁拿到篮板。我觉得张宁都一直不传球啊。进攻犯规，带球撞人，是不带球撞人啥意思呢？就是带着球去撞人，当进攻球员在持球移动的时候与防守球员有身体接触，并且防守球员在接触之前就已经提前站稳了，你说人家站好好的，你上去就给人撞了，你说能不吹你犯规吗？你对不？所以这时候进攻就会被吹带球撞人了，明白了没？拜拜。进攻犯规！哎呀，他不传球，进攻了。爷爷，爷爷，哦，终于有点感觉了。哎嘿，传呀，一包就传了。夏浩然还是找到张宁，有没有机会？张宁找到祝明镇，祝明镇的三分，祝明镇 three。小然找到祝明镇的三分，这两个队要给好多件球衣，我也觉得要给好多件球衣出去，我觉得。但是我就喜欢他们俩，你可以选一个，我也挺喜欢他们俩。这两个小个我觉得还行，那个不传球那个也还行，张宁他值得晋级肯定。祝明镇的掩护，这哥们运球，这哥们肯定值得晋级。Easy， 黑队其实说实话配合很多，好，掩护都没有。打得非常惨烈，我被很严重的包夹。这组拼的真积极啊！小心，小心，小心！这是总决赛吗？这是这场球是总决赛吗？好像是。大东，你要防出来了，大东。哎呦！哎，险些 ！And one。好，两罚。这局是好看啊，哈哈，很激烈。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祝明镇，祝明镇，两罚。好的，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43.3秒的时间，黑队要加油了。大东要位。跳
哎呀，他们的包夹来的那个角度啊，这非常的刁钻，我根本看不到，感受到了他们的对抗性，你知道吗？不是来自一个人的，而是来自他们整个队的。三秒，两秒，一秒，有了。OK， 啊，比赛时间结束，一场不错的比赛啊。我没有得分，我觉得我就掉到他们的圈套里了。输球真的是，我有很大责任。你怎么选？我选了。我觉得我会选祝明镇。卢峰刚刚真的是我们集体认为表现不错的。老实说，我是一直很喜欢看哦，就是比较花俏一点的运球，或者，但是没想到稳扎稳打也可以让我觉得很好看，就是你了。但是要经过领队的同意，你们三位领队，我想给鲁峰，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哈，就是说 ，OK， 输的那一方呢？只要我们领队愿意要给球衣，但是必须得三个领队都同意。同意。我同意，我觉得。我觉得他打球可以的。我觉得我这六个最喜欢的球员就是你。你是这场我最喜欢看的比赛 ，I mean 的球员。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所以我想救他。哎，在这场比赛打的时候我就说了，大东我是一定要的。我也很希望我的球队有这么一个给我安全感的一个男人。大东，你能扣篮吗？来。喜欢的，因为他够大够壮，我觉得需要一个这样强力的中锋去抢篮板啊，去挡拆啊。李易峰的安全感我承包了，大东我是一定要的啊，就看三位领队。那都送吧，好不好？就同意了。继续加油了，张宁没有吗？那把张宁忽略掉了啊？怎么样都应该是张宁才到那个什么夏浩然才对啊？给了后卫肯定要给他，那个人比后卫厉害。左边的，我知道你很会得分，可是你需要相信你的队友。知道怎么跟你的队友打，因为最后这个比赛不是一对一。我觉得如果你打一对一的比赛，你会表现得很好。可是当三对三或五对五，就会改变很多。这场球打的确实是不好，确实是在赛前过多的把浩然当成是孩子了。我更多的想去承担，我想带他晋级，可能把力量啊或者精神啊。一下涌的太多了，所以收不回来了。我觉得因为你的天分很会进攻，我会送一件球衣，可是你要到下一层，我觉得你真的需要用你的队友比较多，相信你的队友，然后团队合作比较好。浩哥，我刚有想过这件球衣，我很想要，
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希望以我这种表现拿到这个球衣。好，豪哥，我不是说想要拒绝四月或者拒绝您，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把我做得更好，来更值得拿这件球衣。如果有机会还有这个待定的话，我可以选择待定，因为我现在这表哥，我说下他，我心里是我很惭愧。好，其实挺有性格的，他这么做真的就是怎么说，男子汉嘛。我尊重这个想法，我觉得因为我看你打的时候我知道你很会打，所以希望下次你打得比较好。我觉得我也想再看他再重新证明一下他自己。 对我也是想看，我也觉得同意，我还想看你打一次说实话。对，可以，同意同意，没问题。好，因为每个球员他们打球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比赛就是表现得很不好，可是很好的球员都会下一场或者 you know, 就会 bounce back really well。 这五件球衣了就剩你了，你下回大家还想看你打一场。我会让四位导师满意，我才会得到这件球衣，这是我的信条。 OK OK 好，加油。我从小一直的信仰